你知道你第几了吗？还好，才七次吧。七次就不可以扣考啊？扣考你修几学分？那个是四学分好不好？你几学分？总共吗？必修啊。就是、全部那个是必修、欸，那个必修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不管，没有，还有没有，那个二一也是，二一会直接被退。那我没有，现在没有二一了，现在没有二一，有，现在有，现在有二一了，他都没有被怕的，下去要两次，要两次，要两次，要两次了，两次就走，要两次就走了，一次没关系，好，别再这样啊，我这没在怕，他跟你没人都没啊。啊，这是不会被恶意又改回来，改回来了。原本是我们这届没有恶意，然后他们那一届又改回来。他们反正就是没恶意啊，同学狂笑啊。就是比如说你修十六学分，你只要超过，没有我们这届开始就是让你拿到七学分而已，没有拿八学分的话就二分之一。你是战舰，没有现在就算一次，然后你下学期也一样的话，你自己要被退学了。怎么都这么困难？以前也算恶意，以前有，以前是三，没有以前没有。对，以前没有，因为不过就不过，以前不过就没过的。那你怎么办？现在学校都说，然后你在北体不能担心啊，可以不用放在哪里，只要留一点。不会不留了啦，留一点。可以啊，不用担心了。你要担心他其他课，所以就不用担心。我会求你毕业，有一堂晚上，求你快走。什么课？生理学。你还没去动力系，不是是动力系必修吗？动力系也是没有在怕，没有啊。你只要那个必修是，生理学是我们的必修，一样的。九月还在，杨艾伦，杨艾伦，艾克，艾伦。你看你九月还在，跟你的是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每次上课，因为生理学没有去啊，所以你会被打吗？我记得生理学是你的，我上了，但是老师你们，你九月还在吗？不在。你就要保佑你生理学可以过，啊，生理学。哎呀，就去。我那我们那个佑馨呢，他去的时候说，我之前都在左训，好棒啊！讲，我之前都在左训呢，对吧？你这种真的，就是说，未来三天之前都在生病，三天之光。之前可能，真的，我有，比如说我大概五次是生病的。现在就是也是分，也是分成单。都是阿宝了，没有你要看什么什么老看戏啊，看戏，沈阳戏是，吴江戏是一个，三个不同吗？一个啊，中文啊，中心啊，没有，我生理学是谁上的？中乙啊，中乙啊。我们那时候，我们上完之后说要改成，就学期有三个不同阶段，不懂三个老师上。生理学在探讨名字有没有必须，那可他专长其实可以有60%-70%可以毕业，不用担心。哎呀，现在他一直跟我说预警预警啊。你那时候是原本要转中乙。对，然后东西不会老是这样，后来又要转修管，后来那个谁，不是打龙打还说啊你怎么过不来？那个光老师不是可以吗？是你们老师不让你过的，可以啊，你们是主任不让我过来。他谁？我说是邱敏啊，琼宇啊，那时候是琼宇啊，那时候还是你现在是德智保证可以过去啊？德智没有，那个谁要转也不转，我们要转的那个三年级的谁？王春伟。蜻蜓那个，哦，博强啊，他也不跟他转去啊。他说没有，那因为他是蜻蜓，德智是蜻蜓，所以没有转。我讲其他系他才没有转。去，你可以来积极系啊，每天都打架。来积极系啊？什么？真的啊？每天都在打架。我想念见到了，每天都放松。阿宝会说你，我跟你讲，每天都放松。我们同学以前我刚刚从文化下来的也说了，也没有拉的，也没有见到超轻松，就每天都看主任，每天都在看。每天都打架，那主任是谁啊？那就其他有三，我那天去的时候，三个不在那边。主任之前是现在是谁？欧之前是谁？阿波啊，齐波，阿波啊，齐波，小力队教练呢？嗯，你说齐波啊？阿波还是要看一下，他个性比较冷漠。怪怪，没有，齐波人很好哎。不过其实你如果要来见他，阿宝一定是。我们不知道，他叫你跑行政，来不及，他那边都不用来练习，来不及。宝哥那么喜欢我，他哟啊不行啊！你跟我不同年，我们老师说今年暑假有开个缺，来不及了，要不然就这样了，来不及了，要毕业了。中正那个什么，现在怎么飞？我看会不会爆下？现在打月有一个大奖杯，我还有朋友来出去啊。上了那种名次，别的都好像第二天就回来。